这下有了吧？看到了没有？看没有？我已经同意了，欢迎我们随心。我刚没有去看了呀。那个陈楚河的当初哈想主播给你讲解，主播不会，主播只会看。每次刷到那个刷榴莲的那个视频，它就会影响我刷下一个的进度，我就会在那里看人家开榴莲，不知道你们会不会。然后看到人家开那些大的，我开到那些大有肉的也会很激动，哇，那样看一下前排是吗？哦哦哦，大月花园，对对对对对，大月花园的，我们的115是要看我们 IMY Pass 这款车的前排是不是啊？我们的115是不是看过来了？这款是我们的 IMY Pass， 谢谢小赞，你可以点点关注啊，后台私信我一下，我稍后下播发一些关于我们相关的图片给你看也是可以的哦哈。那我坐的这款车最低的一个价位是 11.98 啊，11万级的超 A 座驾这辆车啊。轴距的话2.74米，你可以看过来了。我前面的话我也没有把它打得很前，但是我们的一个后排的空间感非常大哦。后排腿部空间1.02米，1.02米的腿部空间，想伸就伸，想躺就躺，想坐就坐，就跟家里的大沙发一样。然后我们的椅子也是可以打下来的，打下来之后秒变1.8米的一个大床房啊，看见了是吧？哦，好的。我们允浩哥哥去哪里了嘞？去哪里了嘞？有吧？我刚你没说，你早说嘛，早说我就点同意，你没有说嘛。你们要进的话可以跟我说一下，然后我退出来点同意。你们要先跟我说，不然的话我一般都是等下播之后，然后再去看再来点的哦。哦，会吗？这个那我倒不知道，那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哇哈。谢谢大家小关小注点起来哇，点点关注不迷路了哇啊。那你们如果要进的话记得跟我说一下，后台私信我，然后我下播之后也会回复你们的哦。哦，想要了解我们爱昂车型啊，想要看详细的一些图片啊还有视频，可以后台私信我一下，去留下你们的11位阿拉伯数字啊。那如果你们是在别的地方，不在我们汕头本地城市的，在别的城市的啊，来啊，在这里看到没有啊，这里看到没有啊？有没有什么福利有的呀？如果你们是通过我的直播间来看车的，就是来我们展厅试驾的，不管你们有没有买，通过我的直播间来试驾的，上门试啊，就是进店试驾，我们都会送上价值169的除菌喷雾啊。然后呢，如果是说你买的话，是通过我直播间买的，通过我直播间来买车的，那么我们也是会有额外的一些优惠，也是主播个人给你们的优惠，所以你们想要了解的话，一定一定要去后台私信我，把你们的11位阿拉伯数字给我留下来了哇！明天来试驾可以吗？可以的呀，我们是主播，是1年365天，1天24小时，天天在线呢。只要你跟我说一句“滴”，我要买车；嘟我一句说“主播要买车”，那么就算半夜我也会起来的哇啊！后面的是什么？什么后面是吗？后面是我们的一个什么？什么屏幕啊，再放一些小广小告啊这些的哇、哦、谢谢。那不是前段时间我们的大大去参观了我们的那个叫做什么来着，他去参加了我们那个叫什么，突然想不起来了，去参加我们厂家那边叫什么啊，歪没有了我啊，歪没有了，我们现在是升级了，就是我的这款我们的 Y Plus YP， 就是我们的升级版。它升级了有哪些呢？我跟你说一下升级了什么。首先咱们最明显的哇，最明显的就是我们的一个怀档。之前我们的 Y 的话呢是一个旋钮式挂档，它升级之后呢就是一个怀档来的哇，跟某奔某驰一样的哇，更有科技感了，更有科技感，更豪华，更时尚豪华啊！拨一下 ACC， 拨两下就进入自驾了哇哈。还不爱你了，那当成蒙对外中你立了啦！谢谢谢谢小赞，大家没点关注的把小关小注点起来了哇！谢谢谢谢我们李兰城的关注啊，谢谢你们啦、啊！大家可以点点关注不迷路啊！这么厉害，什么这么厉害，什么这么厉害？那么替换，那么该乐哄哈替换，我你这是我是替生气啊！好了，再过一分钟我要来给你们发个福袋，然后我要来准备下播了哇！我来准备今天的妆就搬的差不多了哇啊！主播热坏了啊，
国产配置膏真的是我们的爱安在同等级别里面，同级别我们的价位可以说是做到最低了，然后同个价位的话我们的级别是做到了最高的哇，大家这个是可以去对比一下的。而且我们用的是什么呢，是一个弹匣电池来的哇，是经过了实验整包针刺不起火的哇。我们弹匣电池是投放至今无一粒自燃的，无一粒是我们投放至今没有一辆车是因为弹匣电池而自燃的。开空调吗？没有开呀、啊、没有啊爱安是广汽集团自主研发的，对呀、啊、对呀、啊、是的呀。好了，我来给你们发福袋了，我们的四驱的冲锋衣，希望这个福袋你能中啊。比什么怎么说呢，我觉得各有秋千吧，我们也不能说比什么牛吧。但是呢，你真的是会发现现在在路上看到咱们爱安的车辆越来越多，现在越来越多人开了哇。是纯国产吗？对呀、啊、是国产的，我们是国产的，咱们是国产品牌哈。来，我给你们发了哦，来给你们发个福袋，然后准备下了哇。我们是新能源纯电车，市面上不是有两种电车吗？一种是油改电的，一种是纯电的，那我们就是纯电的哦。不是啊，不是合资的米哈兹啊哈。川，我要来下播了，请。我要来准备下播了呀。嗯，不是就好啊，福袋非你莫属，我也希望如此吧啊，支持国产，对对对对对，支持啊，必须支持啊，大家去领福袋了哇啊啊，涨停有开空调啊，对对对，确实确实很多啊，对，这样看美多，对呀、啊，我们是纯电的，不是油电混合，有一些是油电混合的，那么它的那个空间感啊，这些、啊、都没有我们大。来，球哥给你看一下，玩个玩个啊，俺俩，那5块钱的省电，纯电车，对呀、啊，我们是纯电车呀，纯电品牌的呀。你看我播这么久，你都不知道吗？5块钱，不用10块，好像我记得是5块。等一下。大链子漂亮，对呀、啊，5块钱的大链子啊，微笑，这是一个微笑，就跟我的项链，就跟我的心情一样，就跟我的心情一样，对吧？你们支持支持小梅子就来买车，拼 CC 买的，对呀、啊，就是在拼 CC 买的呀啊。脖子生锈了，不会，我才刚戴呀，我才刚戴呀，今天才到，我不是到了好几天了，我才收到，我才去，我同事拿给我，我才知道，然后我都已经忘了我要买这东西，我要买这玩意，这东西有痘痘，对呀、啊，这里你看，长了一个痘，还有这里也是啊，5块钱假货，你还想要它真货，亲，我玩硬点，我还想要真货，你在想什么呢？本来就是一个视频，带着玩玩而已，谢谢谢谢关注，谢谢小星星啊，大家没点关注，关注点起来，左上角有福袋啊。我们这里是广汽爱安哦，广汽爱安新能源纯电动车哦。不会洗呀、啊，不做啊，上火了，而且前天晚上还跑去吃烧烤了，就更上火了哇。吃了之后，这个痘，我还打了那个呢，我还用了隔离呢，那个呢，止血呢，这里也有啊，没有，没喝。每个花喜欢五恩，我玩恩他叫做我五恩，那我玩恩叫做五恩，哎，那真是很有趣哇！我真的不会说了，我真的会写左上角福袋去领嘛啊！不会叫阿丁出来就好哩，录我日历完了，我想要叫了叫，我想要买叫了买叫哩，笑笑我，假小靠，假小靠又不贵。我觉得应该短一点比较好看哦，应该这样子不带你，我跟我小姐妹带你干嘛？我跟我的小姐妹要带你干嘛？这样子，好，这样会不会好看一点哈？应该到这里来比较好。你带帅哥啊，我喜欢。你在哪里呀、啊？李郎城，你在哪里呀、啊？会懂说话的人就是不一样，直接说重点，说重点，对嘛？你在哪里呀、啊？我们在汕头哦。你有没有在汕头啊？有没有在汕头市？我们在汕头市金平区潮汕路169号哈、啊。我在汕头市金平区潮汕路169号。
对呀、啊，你也在汕头啊？哎呀，还没钓来我这了，还没钓来我。去后台私我，去留下你的11位阿拉伯数字，让我下播打给你。今晚宵夜阿姐没改，阿姐菜饮。好，你乐开给我个姐，来领福袋了。要不要跟你遇啊？多金风流，到时候约阿婷一起。我改成大圣哎呐，头像就是你呀、啊，我看一下你的头像啊。当心好事，谢谢我们的云浩哥哥。来，那头像就该乐开，喊我摸点来讨厌。哇，靓仔一个哦，帅哥你也有托普附近的呀？哦，那么离我更近，那么离我更近。你讨厌，爱讨厌帅哥的头像开始呀，给您看您讨厌哈，来。看您看来，看得到吗？还有吗？是不是靓仔一个？有没有爱了？爱了？有没有？有没有爱了？来，这是哪位？这是榜二啊！这是榜二啊！榜二。台无真名，一二都无好真名，每都台无真名的话，榜二大哥好。去领福袋了啊！没点关注的话，点关注我。视频特别珍惜哈，传播后啊，不会来改改小哎。这里是卖汽车的，这里不是相亲的哇，这里是卖新能源纯电车的姐。喂，各位亲们，各位亲们，我们是卖新能源纯电车纯电品牌的哇。欢迎我们那个什么男，好久也不见你来了哇啊！夏天的雪，左上角有福袋，记得去领哦。我要下播了哇！今天怎么来的这么晚？我要下播了你才来，我都要下了才看到你来哇！哦，爱给啊不？不爱爱穿不？你看爱穿，你介意我带五个孩子吗？乐妈的乐再来，千梦被我打到了哇！明天再来是吧？好的，可以等我下播有啊。汕头找我去，找我来汕头干嘛？你不信，肯定介意啊！哇，介意那就算了，我那就是了嘛。既然介意，那我怎么还嫁得出去呢？我有五个孩子呢，我带五个孩子呢。哇，找我买东西好啊！找我买我们爱安，买我身后坐的这款车好吧？小确幸的颜色，零焦虑的内饰。开上我们爱安 Y Pass， 生活充满小确幸，从此零焦虑。出来只小妹，今晚我买，我唔敢，我唔敢我呼吸，我见到等下可以睇个，应当系靠割我腰子啊！我唔该卡在直接可以靠了，吓冇病啊！我你唔该啊，吓我你唔该哦。左上角有福袋哦，亲们去领我的无门槛大福袋了哦。今天直播怎么直播那么久？不久啊？不久呀，我播了快一个小时而已啊。没有驾照不可以哦，因为要买什么险啊这些的哦。福袋是什么？你点进去领了就知道了呀，点进去领了就知道。五个孩子我上班怎么办？扔在家里让他哭，让他哭，吃点烧烤。你会不会把我腰子割来吃掉？我怕我不敢，毕竟我这么瘦小无助，疼啊，跟着给我抬掉，我找你们啊。我爱来车，什么爱来车什么意思啊？啊，你去问问谁敢接盘五个，谁能接盘我五个孩子，谁能接手我有五个孩子，谁能接受我爱呀，我爱开车，我肯定会开车呀。你卖汽车的不会开车怎么行呢？我要带客户试驾怎么办呢？哎，走了，你看你来了没两下就说走了。就说走了，真的是你能接受是吧？你看吧，还是有人能接受的哦。没人接受五个，没人接受五个，不能接受我有五个孩子，那就等于不能接受我了。谢谢谢谢关注，谢谢，爱你们哦。你可以吗？你呀、啊，好，他又不卖汽车，他又不卖汽车。他只是运营而已啊，他拍照啊拍视频这些而已啊。前提是他养得起。我这个是广汽埃安 YPASS YP YP 啊、哦、
怎么说到你就不回答你说什么乐大米盖太多了不行五个已经够了不用再造了已经够了我五该拉了拉了啊销售有要求要驾驶证吗这是基础的吧作为一个销售没有驾驶证怎么卖车怎么带客户试驾呀这不是最基本的吗这是一个最最最最基本的如果没有的话那是没有办法卖车的不管你去到哪里都一定要要求有驾驶证的这是肯定的吗咱俩面前还是正经一点要主播呢主播有啊谢谢我们于先生的小星星对呀、啊、没有驾驶证谁敢要啊销售没驾驶证谁敢要啊谢谢于先生啊带客户试驾让客户带你啊对呀、啊你有车证但不会开是吗我可以教你我可以教你买一送五吗买一托五我有五个孩子我有五个孩子大家还是不要爱我了没有结果的就算你同意你们家里人也不会同意是不是爱我们的车就好了爱我们的车买车来我通过我直播间买车的我都会额外给你们赠送小礼品赠送小礼品叫他开碰碰车加六点四一买呢开车不难停车难你能去面试销售吗那得看你有没有驾驶证啊准备下播了对准备下播了还有最后几秒而已那你走吗我要下播了我宝子们快乐的时间总是结束的那么快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见啊拜拜再见咯下了哦